狗狗患上狂犬症，其实在它的身体语言、性格上都可以看到。他就这么脆弱。如果那个医生了解到他可能会有狂犬病的话，其实他会先把他绑着的，因为他是真的会发疯。医师，我们每次一提到说普通热症，我们就会想到木瓜叶。为什么是木瓜叶的？苦口良药啊。